韩瑜生日愿望想借精生女儿。3、2、1，生日快乐！韩瑜3号出席保养品代言活动，贴心的厂商提前替他庆37岁的生日。哎，那咱们不免俗，要问一下生日愿望啊。我希望可以赶快在40岁之前生个女儿。但是不一定要另外一半啦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是排斥接近的方法。我应该是说比较朝向这个方向去吧，因为我不想要再有另外一半。哎，等等，这句话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啊？我这辈子不结婚了。那小鱼要回应一下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，我应该不太需要为别人人生负责吧。如果各位大哥大姐们一直在讲我过去婚姻的事情，我也很难找到另外一半。娱乐动新闻，所以请停止它，好不好？已经过一年了。报道。